OBD2 故障代码技术说明与专用车辆控制模块B的通讯丢失，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适用于大多数 OBD2 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该代码表示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B（SPVCMB） 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未相互通信，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或简称为 CAN 总线。 这些模块通过网络相互通信，就像您在家中或工作中的网络一样。车辆制造商使用几种网络系统，在2004年之前，更常见并非全部包含的模块间通信系统是串行通信接口或 SAI，CJ1850或 PCI 总线和克莱斯勒碰撞检测或 CCD。 2004年之后使用的最常见系统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或简称为 CAN 总线。2004年之前也用于一小部分车辆。没有此 CAN 总线，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会或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B（SPVCMB） 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车辆的两侧。 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下方或前车顶线下方，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有些直接连接到其上，而大多数则通过动力总成控制模块 PCM 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这些输入使模块可以控制制造商在其车队部门中提供的特殊功能。点，这将包括特殊的警察包、灯条、警报器、侧灯、前后闪光灯。 请参阅车辆特定参考，以确定在您的特定情况下哪个门是 B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制造商、通信系统的类型、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代码严重性和症状。在这种情况下，严重性从来都不是很严格，因为这是一种用户便利设备，在完全断电的情况下，总会有手动解决方法。 SPVCMA 的缺乏操作对车辆的运行没有任何影响。特殊灯永不亮，永不熄灭；警报器永不亮，永不熄灭；闪光灯永不亮，永不熄灭。U025A 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特殊灯永不亮，永不熄灭；警笛永远不会亮，永远不会关闭；闪光灯永不亮，永不熄灭。原因：通常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在 CAN 总线的加或电路中断开。 CAN 总线电路中的电源或接地短路 ，SPVCMB 模块无电源或接地，很少控制模块故障。诊断和维修程序开始进行所有电器诊断的一个好地方是检查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 TSB。您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本领域其他人所知道的，制造商可能已经推出了已知的修复程序，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 假设此时您可以使用代码读取器，因为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能够访问代码，查看是否存在与总线通讯有关或与电池、点火有关的其他诊断故障代码。如果是这样，则应首先对其进行诊断，因为如果在彻底诊断和修复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 U025A 代码就会发生误诊。 如果您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 U025A， 请尝试访问 SPVCMB。 如果可以从 SPVCMB 访问代码，则 U025A 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如果无法访问 SPVCMB， 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 U025A 代码处于活动状态。现在问题就在那里。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会导致专用车辆控制模块 B 断电或接地。检查为该车辆的 SPVCMB 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 检查 SPVCMB 的所有地面，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如有必要，请取下它们，用一把小钢丝刷和小苏打水溶液清洗，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的每一个。如果进行了维修，请清除所有将故障代码设置在内存中的模块的诊断故障代码，然后查看您现在是否可以与 SPVCMB 模块进行通信。 如果与 SPVCMB 重新建立通信，则保险丝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如果返回代码或仍无法通过该模块建立通信，请在车辆上找到 CAN 总线通信连接。最重要的是，在车辆两侧，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的 SPVCMB 连接器，也可以安装在中央控制台下方或前车顶线下方。
在拔下 SPVCMB 的连接器之前，请断开电池负极电缆。找到后，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寻找刮擦、摩擦、裸线、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拉开连接器，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金属零件，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如果需要清洁端子，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 SPVCMB 之前，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您将需要使用数字伏特表 DVAM 验证 SPVCMB 的电源和接地，可以访问接线图，并确定主电源和接地进入 SPVCMB 的位置。在继续操作之前，请重新连接电池，而 SPVCMB 仍断开连接。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 SPVCMB 连接器的每个 B 加电池电压电源，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如果不确定，电池负极始终可用。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极 B 加，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再一次，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如果不是，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接下来，检查两个通信电路，找到 CAN C 加或 HSCAN 加电路和 CAN C 或 HSCAN 电路。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将红色引线连接到 CAN C 加。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您应该会看到约 2.6 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接下来，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 CAN C 电路。您应该会看到大约 2.4 伏，并且会稍微波动。其他制造商显示的 CAN C 电压约为 0.5 伏，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检查制造商的规格。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了，并且仍然无法通信，或者您无法清除 U025A 故障代码，那么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因为这将表明 SPVCMB 发生故障。点。这些 SPVCMB 中的大多数必须进行编程或校准，以正确安装车辆。